死一死就没事了吗？
你们每个人可以跟我保证死了之后就真的没事了吗？大家拢想要平安，你大家敢有平安？人心险恶，勾心斗角，大家嘛爱提防每一个人，诈骗集团一大堆。即款人安眠药，虽然伊袂当互我平安，但是伊会有当互我好好啊困一下。Thank you.
也会这样看过我呢？这好像就是我一直在寻找的那个地方，我在寻找那个家。我想破门，但是越缺乏。耶稣说：“你们祈求，就给你们；凡寻找，就寻见；叩门，就给你们开门。”
透过深处伸缩做丹青。我都觉得我好像是你身上最大的负担，我都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跟我结婚。你为什么之前不跟我说呢？以前我跟你说有什么用？你完全不会听我说话。不过现在不一样了，现在我已经认识了耶稣，他会听我说，就算我心里说不清楚的，他都会听你，他都知道。我的心里有说不出的平安和喜乐。难怪你现在整个人都不一样了，原来是有上帝住在你的心里，带给你平安和喜乐。没错。我希望我也能够像你这样子。耶稣从死里复活，他就是生命盼望，复活就是生命的改变。耶稣说，凡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。我们这个家，因为耶稣进来之后，也好像新造了一样，从此充满了生命，从此充满了喜乐和盼望。感谢神哦！几个月前我受洗，那时候我还不晓得我已经怀孕了。感谢上帝赐给我一个新的生命，我的朋友、我的亲戚，他们都很替我担忧。你的丈夫死了，你要怎么样独自抚养这个孩子呢？但是我知道，耶稣为我复活，耶稣的复活为我带来盼望，耶稣的复活让我的生命有了改变。我知道我有一生的依靠，所以我并不害怕，也不担忧。我肚子里的孩子实在是有福气的，孩子啊。等你一出生，妈妈就会把你带到上帝的面前，你的一辈子都有上帝的保守与带领，从此你都不再担忧，因为复活的盼望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。